在那个泰马里的时候，给你啊，哎，这里特赞的啊，哎，他们去收啊。寻获的有飞行靴，还有飞机的残骸。那目前啊，这些啊都需要送回啊第七联队做啊进一步的鉴定，才能厘清啊装备是属于哪一个人的。搜救啊，我们以直升机啊落海的地点，按照直升机最后的定位，以及啊飞行员手机的定位啊，做6公里范围的搜索。我们把距离啊增加到9公里，以港仔村为中心，我们兵力啊分成3个方向。第一个，港仔村以北啊到旭海村海岸线的搜索；第二个，港仔村以南到鹿寮地区实施啊岸际的搜索。另外还派遣了陆战队的27征收中队，以及啊航空特战指挥部特指部官兵啊进行九鹏山山区的搜索，希望在最短的时间能够啊紧速啊寻获潘教官。